那我们先讲一下，我先开皮卡丘，因为我目前能打的 ES 排流就是机动鸟，然后我没有其他可以搭配机动鸟的东西，我现在要抽的是小侠 0.05%， 然后最小张的小侠好像也有 2.5%， 所以 2.5% 还能接受啦， 2.5% 一抽五包嘛，预计20抽会出吧，预计20抽会出吧，好吧，我们预计20抽就会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开抽，直接来个十连抽。哇，这样子只能哦，不到100抽，不到100抽哎，有点硬。来哦，第一包。喂，我是开直包哦，这么嗨哦。抽元末不好用，斑斑马还行，赤海龙、水剑，可是三颗气太多。小侠，小侠，给我下一步，一步好可爱。这一步有出吗？你的王不要。好像不一样哦，好像有东西哦，各位。Shit， 是闪电鸟。我没有打闪电鸟，闪电鸟没这步没什么在打。这真没什么在打，这太衰了。小海狮，我乖，独独立。雪吞宝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我已经先玩。这个玩只控场型的，配雪龙耳，两颗能量让对方睡觉。如果我醒不来就赢了，师傅又。打宝皮卡丘应该可以用，我跟你外挂哥打压了，可是哥打压真的不强。那我是要小侠皮卡丘，皮坦司令抽到了，最上面是皮坦将军，不过目前还没。中了，所以啦，一只小侠打牌看我赛轻松自在，ES 接你过闪卡杰尼啊，闪卡杰尼还好，没有特别想要。胖丁胖丁，再一只小侠，我们就毕业了。Everybody， 再一只小侠，开始拜吧。再给我一只小侠，我就毕业了。再给我一只小侠，我就毕业了。出，有哦，是卡比。卡比这副牌用不到，卡比是快龙组，这副用卡比太重了。再给我一只小侠，我就不用再开了。重要。第几？龙龙石才能接受，放可丁，莫海姆。没有用，没了吗？哇，有点衰、欸。直抽一小侠，直抽50兆也差不多啦，几率可以接受。我想要全图小侠不行吗？不能给我个全图小侠吗？我不要，想要全图小鞋啊，250张卡咯。再十包吧，最后一拜了各位，最后一五全图小鞋啊，拜托，最后一五有没有机会呢？这包只要再一张小鞋就结束了，再一只小鞋就结束了，全图小侠有没有？好烂，没有，这没东西。第二包，第三包有了吧？三包出一包正常吧？都没有。第哦，雷莫伦。
有东西。欸，梦人还不错哎，他在背后就可以让对方睡着。哦，啊，风速狗，可是不是 ES 的 ，ES 的风速狗也蛮可怕的。没有，第几包了？等一下，第几包了？群哥小姐，从自己的能量区，哦，还不错哎，充能用的，哎，有东西哦，有东西。不是我要小霞，不要这样子啊！小霞，啊，身为吃怪，这个是打皮卡丘版主可以用。对，你喜欢吗？扣下去了，可是这一单很贵哦，他加一单3500多，哎、欸，完了，这个位置好像不是小霞。龙龙眼目前没什么在打，我算是黄金热门。我就要打极冻鸟牌啊，可是就是差一只小霞，不然初代的充能都太慢了，跟 PTCG 一样。但是你要先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说你现在进场，他每天有送免费的抽，就龙珠狗，有东西。有东西，来喽！圆炉，少开到闪电鸟，完了，又打龟了。我猜当小霞了，可是他后面我不知道能不能换牌啊，因为他是写未来可以交易。哦，好硬哦！最后一屋，给我小霞。我们就可以去抽超梦了，然后还有喷火龙，我觉得也蛮强的，但是玩的很少。电脑有用，电脑用的强的靠北。哦，地质抖动，哎，有东西，是谁呢？下面一位，这个没东西了。当然，不排除是白白小侠，不好意思，冲浪，哎、欸，白色冲浪等级90啊，有吗？没有，第三包了吗？啊，我开了，刚不会要打皮卡丘吧？第四包，有东西的一包，冲，第一单。来了，全图，谁呢？全图小侠，这个位置好像啊，没有，倒数第二张，这是宝可梦。如果在前四张的话，就基本上就有机会是全图小侠了。图，皮卡丘应该是啊、快攻牌啊，这个是备战区有一只宝可梦，电器宝可梦会加30点伤害，叠满三只，一拳90，两颗能量一拳90。不算差，但是我没有很想要，我现在只想要小霞。不是啊，我都抽两只也是极冻鸟了，你就让我出个小霞会死哦。霞姐该来了哦，小霞妹妹该来了哦。我们快没了，完蛋了，我的小霞妹妹。不会爆了吧？哦，两张，一张是全图，另外一张是什么？八大碟，来喽，超级好的一包哦，全图，哇，啊，蛮鸟的啊，暴雨龙。
这个打不太起来啊，现在版本打不起来。哦，好硬哦。有那么难抽吗，兄弟？那我真的只要当小侠而已啊，不用这样搞我吧。我带赛吗？还是叫我猫来？我家猫来抽。六十，可以了，来喽。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想要伏魔迎来曙光，笑下。该出二了，该出二，真的该出二。圈圈流，圈圈流，画个圈就会出二。从左到右应该会比较好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东西，有东西。全图小侠，0.02%。我们匹配单全图。下面一位，很多王，下一位哟，哎、欸，这包真的有比较好，找全图多一点点，有金色的我们就可以尖叫，哇，好可爱哦，全图一部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只是我哎、欸，全土又一张，又一张，又一张啊！只是我的小侠来不来？我的小侠来不来？哎、欸，不要闹啊！怎样啊？啊！连续抽两张全土一物的几率有多少？不是，我真的只要当小侠而已，真的只是一张小侠而已。不要乱搞我吧！哎、欸，又到全图啊！我操！哎呀、啊，这包全图有点多，但是每一张是我要的、啊。大岩蛇，发一下。我相信我相信我的手没有很臭。还是可以啦。水箭龟一拳有160。等一下，再抽不到我叫我家猫来抽。还是要玩水箭龟也是。出。这个是运气流的。而这包其实抽很好，因为全图很多，可是没有我要的啊。哦，真的，拜托不要闹了。拜托，小侠，世界武功大致爆炎，要配夜视火焰鸟。哦，我的妈，真的抽不到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手剑龟再一次都可以组夜视手剑龟队了，直接敲人家头那种。这个代抽就没让我失望过。这个代抽从没让我失望过。代抽加油，代抽！借助你的幸运小猫爪，等一下就好了。抽不到，第一代没有。第二代，没反应，血餐，小侠，第三代，小侠，小侠，小侠，我不管，我找小侠，喂，好臭，天哪，小侠，啊，不是小刚，小侠啦，没有用的电影部，小侠。小侠，小侠，
第四包，第五包了吧？叫小霞，第六包，干滚啊！小哥太多了。第七包，这包校正回归了，懂都没有。第八包，有东西吗？第九包，老双眼包，我靠，两双小钢包。还蛮有自信的哎、欸，我想说，我应该小霞抽完，我应该还有剩余的钱可以去抽超梦牌组，你知道吗？我小霞都快抽干了，然后你给我三只小钢，到底是三小啊？三最后三只抽，真的不要闹啊！包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抽到皮卡丘 ES， 我们就鬼转皮卡丘也没关系。小钢是最没有用的，因为小钢打的是龙龙岩跟大颜色的牌组，那组牌组强度很低，没有人在打，真的没有人在打。这样一这样几抽，算六十抽，十包，哦还好，一千抽。五百抽3000块，人家说是比实体卡还便宜啊！小霞，开始拜，开始拜！我不要再看到小钢了，两张几率一样哎、欸！你知道马智是小钢跟小霞三张几率是一样的吗？都是2.5%，我操！然后你给我三只小钢，那我小钢小钢可以换小霞吗？兄弟，我可以不要小钢吗？请给我小霞就好了。太激动了，把他的七刀连画面都没了，他很容易跑掉。拜托，真的不要再看到小钢了。你再给我小钢，我靠，我可以打出去鬼了，都带到小霞。你再给我小钢，你们刷出来给你看哦！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。哦，我真的脸好黑哦。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先抽一包超梦，然后我再回来抽这包。啊！干什么？真的不是小钢了，他妈招是马智智，我快可以打皮卡丘了。有东西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，你说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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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我们先抽包抽吗？真的没有牌组可以打、欸，好扯。没有一单抽完，结果 一套牌组不起来的吧？没有这种事情吧？我们先抽别包，我转个运，不然那个运气真的太黑了。这包只要抽到一只超梦，我们也可以打。啊，我要吃，超可爱。然后这包我还有什么要的吗？全土，等一下，这是紫色的全土，紫色对不对？有东西，各位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全土超猛，滚啊！不太能打呢。
太能打，三能打一百，其实有强度，有点强度，三能打一百，但是没什么人打耿鬼牌。安朵不错，可以了，再一只超梦也可以打，板木没什么用。应该说我有了，不是没什么用。哇，真的不行！它的特性是让人家不能使用那个资源卡，所以整体强度来说有点慢。我等一下打，我等一下去打人，你就知道了。是全图，但是这个全图这个颜色不是好东西。百变怪有很特殊的玩法吗？我不知道，大家看一下。高手境界吧，百变怪除非打到一样的牌组，否则我记得会有填能的问题。啊，梅纯姐满了，这个不错。梅纯姐是拿来打一些高填能的角色用的。耿鬼的特性是这个，对手无法只要在场上就行了对手无法从手中派出支援者卡片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拼小侠，来吧各位，我最后的波纹了，九九就只能挂一来，永恒安安，不去找账号。可是我现在都没抽到啊，我不死极冻鸟的极致牌组是只放两张极冻鸟，一个是只有这两只基础怪，其他都不放，其他全部放资源卡。然后只要出小侠填能填到三发就直接赢了，天虎开局。然后我现在是带这只磨皮牙口鱼，它的特色是对方有受伤加60点伤害，不过两人打70太低，也才60而已，目前不是很强，所以我想换掉，就是要抽。无心的，无心的，无心的，随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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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无心流，我们无心流。我都已经随便了，不要再给我这么奇怪的东西啊！风速狗打不起来了。我想看到就好讨厌哦。三只角色平均都是 2.5 趴，小刚抽到四只怎样？真爱吗？你以后打大龙的，我要打大岩蛇，我们要打大岩蛇配龙龙蛇，龙龙岩牌组了吗？打不起来吧？这组没什么在打，这组除非是皮卡丘。塞满整个环境啊，否则打不起来啊。那组是打皮卡丘用的。无心无心无心，各位无心。我不想要小侠，没有，我没有很想要，我没有很想要，真的，我没有很想要小侠。我完全不想要小侠，普通而已啦，普通而已啦。对对，我们要小侠干嘛呢？我现在想打那个龙龙岩牌组，给我小刚，给我小刚，我要小刚，我要小刚，我要小刚，真的真的，什么龙龙岩牌组啊，对不对？打什么那个极冻鸟牌组啊？我要打龙龙岩。我的，确实第二张全都地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13金条，13金条。升级了，升级了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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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，好像还可以，还可以最后一舞，还可以最后一舞，各位，还可以最后一舞，这是我的最后一舞了，各位，来吧，无心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很想要，没有很想要，随便啊，随便，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好。什么都可以啦，青菜啦，青菜啦，我们这么欧洲，对不对？欧皇在此，欧皇在此，随便随便，随意随意。哦，这个很棒，这个很棒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也很好，对对，都很好，都很好。
闪电，这张不是 ES。没事没事，都很棒都很棒，随便随便，什么都可以。呆咳嗽，三人打八十人太低，也是废牌。没事没事，谁都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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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没事，我没有想要什么，我随便啊，随便，这个是钱太多随便抽的，真的是钱太多随便抽的，不用紧张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完蛋了，什么鬼东西啊！啊，这张牌的效果是，当你的备战区有尼罗网的时候。每个尼多王会再加尼多王数量乘以50的伤害，所以他如果叠满两只，最满可以打到180，也是一拳超人，但是难度太高，也没什么在玩。二系目前比较主流的牌，强的牌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。什么？我有点把那个3500丢水沟的感觉。我明明就听一张超级好抽的牌，2.5%，我可以歪了。我可以歪了4张还5张小钢出来。有人有中小侠吗？我需要小侠。我的最后一五吧，海底捞月了，我也没办法了，有就有，没有就算了。我赌这个比赌超梦 ES 还要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超梦 ES 只有 0.05%， 我拼个 2.5% 的东西不为过吧，兄弟，不为过吧？这张 2.5% 不为过吧？啊！